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我们下午大家平安啊，很高兴我们今天下午啊，大家又能够聚集在啊教会里面啊，大家彼此借着圣经啊互相分享，彼此造就啊，愿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在下午的聚会里面啊，在信仰上彼此得到勉励跟造就啊。我们下午依然要谈末世真教会所面对的困境啊。早上我们有谈到啊，写信给两个教会，一个是士美拿教会啊，这个他们所遇到的困境啊，就是在属世属肉上的患难跟贫穷啊，这也预告着我们今天的末世真教会啊，在信仰上，我们也会在物质跟属世上被孤立啊，被边缘化，被看为是怪人。因为我们要守住圣经的道理，不与世上的人妥协啊，所以我们右手或额上不愿意受的印记，那当然我们就不能够与世人做买卖啊，那就与世人在生活上有一些不同，并且被隔绝了啊。那当然我们早上有啊举一个这个血浆蛋白的例子啊。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有一些质疑啊齁。那这样的话，那个龟鹿二仙膏齁可以吃吗齁？龟鹿二仙膏，我们知道它的成分就是鹿角跟龟壳还有一些中药材所炼制而成的胶类的东西啦齁。那鹿角它没有血，因为它已经钙化。我们之所以不能吃，不是因为鹿角鹿那个名称，而是有血的关系。那鹿角本身跟龟的壳本身它已经钙化，所以它没有血的成分啊。当然我们是可以吃的，吃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个没有血啦。我们之所以不能吃，是因为有血嘛，因为有血浆蛋白啊，从血液当中提炼出蛋白质来哈。那胶原蛋白可不可以吃呢？它虽然是蛋白啦，但是它是胶原的，不是血液提炼出来的，当然可以吃哦。不要把变成蛋白的全部都不能吃，那是血浆蛋白这一个东西是从血液当中提炼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吃，是因为血液神是肉给我们吃，它禁止我们吃血，所以只要是从血提炼出来的再利用的我们都不吃，因为血的处理就是放水流跟用土埋。那有些人就更加进一步的来询问，那鹿茸可不可以吃？鹿茸啊齁，鹿茸齁在大概半年前齁，其实三年前了齁，那大家讨论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了将近三年，到去年的七月份啊，我们就做了一个决议啊，那我们请了几位啊，这个中医师，我们教会的中医师，他们写了几份的报告啊，鹿茸的成分。那鹿茸有分血茸跟鹿茸啊，什么叫鹿茸？鹿茸就是把鹿还没有长成角的部分，把它锯下来啊，把它锯下来之后。然后以中医的药材来讲，他们一定要做去血的一个动作，一个制程啦。也就是说，中医师所用的鹿茸，他们是不含有血的，他们一定要把血全部都放干净哦，包括要用分离式的把血甩出来，也要用泡水式的把血液把那个哦会醉了哦。把它流出来，然后它才能够成为药材，哦，那开这个药材。所以中医师他们所开的，包括那个科学中药里面的鹿茸的药材，他们是已经就好像我们在杀鸡、杀牛、杀羊一样，把血放出来了，所以那个就可以吃啊。这我们在去年的七月份的啊传道者联席会已经通过了哈。那有一种叫做血茸。血茸就是它不是只有吃鹿茸的成分，它也有吃鹿茸本身藏在鹿茸里面的血液啦，
哦，所以当他把那个鹿茸把它锯下来的时候，他会用啊、用一个东西把它封住，哦，让这个血呢不流出来。那大概都用于民间的泡酒类的东西啦。所以民间所谓的鹿茸酒啦，那个就不一样，民间的啦，哦，民间的鹿茸酒。那其他的科学性的哦，已经成为药品制药的，那一定要跟血有所分离，不然的话那个药放久了会坏掉的哦。所以这个是经过中医师几位，我们教会的中医师，他有做了几份 paper 哦，就是几份那个报告哦。那我们后来真理研究会讨论之后哦，通过了，然后再送到全国的传道者联席会啊，做深入的讨论，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议啊。凡是中药材，包括科学中药里面所掺添加，他们绝对不会添有血的鹿茸啦，那这个就没有含血，没有含血就可以吃。但是民间性的哦，大概他们都认为血比较补，血比较补啦哈，所以就会把鹿茸里面的血留下来做泡药酒来使用。那这个当然吃这个就等于是吃血啦，哦，因为这是他们用鹿茸里面的血液泡酒，包括鹿茸本身的药质所做的一个鹿茸酒啊，所以我们就不喝，因为这里面掺杂的血啊。那所以血浆蛋白不能吃，不是因为蛋白质的关系，而是因为这一种蛋白质是从血液分析出来的蛋白质啊。那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啊，血的处理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放水流，一种是用土埋啊。既然是这个样子，血液呢就不能够再加利用。那我们现在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哦，就把那个原本要放弃的血液拿来做利用，就成了所谓的血浆蛋白哦。那生意人他们觉得这样的成本降低，而且它不是化学用的哦，所以人体可以吃，那是一般生意人所用的方式，让这个食物就更加的甜美鲜美，比较好吃，而且也有蛋白质的成分。但是以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这是从血液分析出来的。那按照圣经的规范，血液是要放水流，是要用土埋，所以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不吃血，当然也不吃有血所利用而来的所谓的血浆蛋白，这是最主要的理由。那其他的我们当然可以吃了，只要没有血我们当然可以吃，包括我们中午有人在询问的龟鹿二仙胶，因为它是鹿角，没有血的成分，还有中药材的鹿茸，因为它一定要把鹿茸里面的血液全部清干净，它才能够成为药材，哦，才不会坏掉，哦，所以这个科学中药的部分也可以使用。啊，至于民间，哦，所用的鹿茸酒，因为他们是认为血是比较补，哦，所以他们把血留下来作为泡酒用，那我们当然一个不能吃血的信徒来讲，我们就不吃不用不拿啊，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到。那按照这个方式来讲的话，以后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世人所利用血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哦，所以很多东西就会从血液当中来提炼。那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哦，我们应该要有所分别哦，那可以吃的食物可能会因为添加这种东西的食品会来越来越多，那我们不能吃的食品就越来越多，那就好像我们 又被边缘化了。那当然我们要守住信仰，所以我们就不吃这个东西，这是最主要的部分。那也谈到那个写给这个别加摩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纷争结党，这在教会当中末世的教会也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在教会当中谨守本分。教会只有一个头，这个头就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再另立一个头，我属哪一个，我属哪一个，我支持哪一个，我支持哪一个，虽然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但他不是耶稣，他不是耶稣。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要以主以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头，教会有教会的规范，所以我们不要像别加摩教会他们拥护一个尼哥拉成为一个党，要来跟教会对抗这个对教会来讲是一种分化，对教会来讲是一种伤害所以
将来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是教会的一种很大的危机啦，很大的困境。那我们自己本身也应该要拿捏好，教会里面要以耶稣基督为头，我们才能够在主的身体里面被建构起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请看20节。启示录的第二章20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这是第四封信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那推雅推拉教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主耶稣要责备他们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教会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导。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容让。什么叫做容让？容让就是保有自己的，但是我也接纳别的。叫容让。我没有放弃我的，但是我也接纳别的。接纳谁呢？接纳耶洗别的教导。耶洗别是谁呢？他说是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自称是先知啦。也就是说先知可不可以自称啊？当然不能啊，自称就不是神的先知啦，是以自己为先知，但却不是真的神的先知。那耶洗别他是一个人，这个人他不是从神来的，他是自称是神的先知，但是他不是神的先知。然后呢，教会听到这一个自称是先知妇人耶洗别的教导，他不但没有否定他，他还认为说这个教导也不错，我没有放弃我的真理的规范，但是呢，我也接受自称是先知而不是神先知的耶洗别的教导，把它混杂在一起。我们以前在考试的时候，考那个大学啊，有两种选择题嘛，一种就是单选题，只有一个答案；一种就是复选题，有两个答案以上。好，那如果你是单选题，但是你却选了两个答案，请问我需不需要再看你选哪一个答案？我不需要，因为只有一个答案了，你选两个答案肯定是错嘛，不用再讲了，不用再想了，也不用再看了，这个是单选题啊。真理就是单选题，真理就是唯一的一次，如果真理有两次或是三次，那就不是真理啊。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那 哪来真理呢？神的话就是真理啊，不能够说这样可以那样也没关系啦，我守住这个道理，我也守住那个道理啦，那就不是真理啦，那是复选题啦。复选题才有两个答案以上，那复选题如果选一个答案那就错了嘛。但是真理是唯有一次啦，不能够说我要这个也要那个，我守住我应该要守的真理，但是我也容让别的道理，是人的道理而来的道理成为真理来教导，来守住这个道理，那就完全错误了。所以教会里面除了外在的教训以外，容让这件事情会成为幕后教会一个极大的危机。因为我们会以为我的道理都没有放弃啊，我只是多了这个道理进到教会里面来，有什么不可以啊？当时候的推雅推拉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嘛，我没有放弃我原本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道理，真理的规范我守住了，但是现在呢，有其他的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也把我们人以为好的道理引进教会里面来，我容让他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主耶稣就不会要约翰写信来责备推雅推拉教会。
单选题就只有一个答案，就只有一个答案。哦，那这个妇人耶洗别呢，他带了什么道理来？哦，我们看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哦，虽然有人容让了，但是有人不容让。哦哦，啊，二十四节这边就讲到说，到底他们容让了耶洗别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撒旦深奥的道理啦，撒旦深奥的道理。那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撒旦深奥的道理是什么？世界性的道理嘛，世界性的道理。哦，以人类文明来讲，哦，我们现在很多文明，哦，哇，非常的进步啊，非常进步啊。哦，进步到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过去哈，一百年好像进步一点点，再来呢十年就进步了，再来呢五年就进步了，啊，现在呢每年都在进步啊，每年都在进步，以后呢可能每个月就不同的一个环境出来，啊，这些以世人来讲都是深奥的道理啊，世界的文明会成为世人所认定的深奥的道理。哦，那大家都以这个为稀奇嘛，哇，这个道理怎么这么的新鲜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创新嘛，创新啊，创新好不好？如果以世界性的，哦，这个事业来讲，创新当然可以成为它比别人更好的产业嘛。但是信仰，哦，真理是不容许我们去改变的，真理就是真理，一千年前是这个样子，一千年后的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如果真理可以创新，因为时代不同而改变，那我们的神是不公义的神。一个不公义的神，他就不能够成为神，因为神本身就是要公义。既然是公义的，一千年前我们要守的道理，跟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守的道理是一致的，不能够因为时代的关系而有所影响到真理的原则，这才叫做神的真理，是永不变的，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永不变。但是人的心会变啊，时代在变，时代在变，所以很多人就会因为时代变了，人心变了，就容让，哦，从世界而来，从撒旦而来，人以为深奥的道理成为真理来教导人。哦，那这个事情会越来越清楚了，哦，因为深奥的道理越来 越多嘛，哦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夯的产业就是 AI 嘛，哦，AI 很夯啊，哦，都可以把，这个人，哦，变成你，哦，你这个人，哦哦，在这个，哦，这个网络上，哦，别人家看到说，哎，奇怪呢，这个人就是某某人，没有错啊，哦，所以诈骗集团就这样来了嘛，哦，就用你这个人，哦，来欺骗你的亲人，啊，其实不是你啊，是用 AI 的方式把它塑造出一个你啊，哇，很厉害，这叫深奥的道理，哦，嘿，比如说基因改良很多啦，啊，这些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就会把这一种深奥的道理成为真理来教导人。哦，真理它是不会变的，像这一种东西是会变的，今天是这样，明天又不一样了，常常在变，常常在变，就不是真理。哦，所以不要被这一些，哦，变成是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的一个，以信仰来讲，变成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哦，我们在信仰上要以不变应万变，世界在变了，但是我们在信仰的基础上我们不能变了，这样就是这样，那样就是那样，不要引进一些世界上深奥的道理，想要试图改变圣经的道，这个是，哦，在推亚推拉教会的一个状态里面。哦，所以如果我们容让了，
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导，他会引诱我们行奸淫，这个奸淫是指着属灵的奸淫，就变成我们心中有两个主啦，一个主是耶稣啦，另外一个主呢是深奥道理而有的，每个人的主都不一样，有人的主是 AI， 有人的主是知识，有人的主是什么其他各个不同的领域，那到底这个是你的主还是那个是你的主，我们自己就会变成什么行属灵的奸淫，一个妻子变成两个丈夫，那属灵的奸淫呢、所以我们要坚守在真理的原则里面，世界上的事是世界的事，信仰上的事是信仰的事，我们不要用信仰的基础来容让世界上深奥的道理，不然的话那我们就跟推亚推拉教会一样，会变成被引诱行属灵的奸淫，吃既有像的物，就污秽了，世界是归属撒旦的嘛，那我们吃了这个既偶像的物，那就属灵的污秽，属灵的奸淫跟属灵的污秽，这是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当中会面对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好抉择，不是一就是二，不能够一又想要有二，这个是在真理上不容许的。好，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写信给第五个教会，第五封书信就是给撒迪教会，那写给撒迪教会呢，主耶稣对他们说了，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不是他的心哦，是行为，从这个人的行为来看出这个人，就好像从他的果子来判定这一棵果树是什么果树是一样的了，所以写信给第五个教会撒迪教会的时候，他耶稣就讲，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按明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就是有名无实啦。所以到后来教会面对一个在教会内部一个很严重的困境，就是在信徒当中有不少按行为来看他有名无实，按名他是活的，他是教会的信徒，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呢其实是死的，他是没有生命的，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请看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七节，十五节到十七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教导当时的门徒，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得罪不是个人的得罪了，不是说我得罪你，你得罪我，那个得罪，如果我们进到那个希腊原文里面来看，这个得罪的原文叫做射不中目标，
射不中目标，就是你没有按照神的规范来做了，得罪神呐、啊，就是犯罪的意思了、哦、所以这个得罪其实是指着犯罪。那为什么会讲你的弟兄得罪你呢？因为教会是一体的嘛，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什么肢体。所以这个弟兄他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他得罪了耶稣基督，得罪了这个身体，就等于得罪你这个肢体嘛，因为是一体的啊、哦、所以这里讲的得罪是指什么？犯罪，犯罪得罪了耶稣基督，得罪了教会啊，教会你个人就是教会的肢体啊，所以得罪教会就等于得罪你嘛、哦、这个是主耶稣当时候所讲的、哦、那我们怎么办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就是你知道的啦，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他已经犯罪了，我知道，我看见咯、啊、看见就是你的事咯，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一个肢体嘛，啊，别人没有看见、啊、没有看见就不是他的事啊，你知道了，哎，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这样做不行呢，他犯罪了，不可以啊，他得罪我们这个这个身体啦、哦啊、我是这个身体的肢体啊，等于得罪我啦、哦、所以呢主耶稣就讲，你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啊、我们要用爱、啊、来遮掩弟兄的过犯，而不是、哦、看到这个弟兄姐妹犯罪了到处喧嚷，哎呦这个弟兄犯了什么罪啊，这个就好像那个啊，挪亚他不是、啊喝了那个葡萄发酵的那个酒嘛，就喝醉了嘛，他就赤身肉体嘛，对不对？哦，那个韩哦，他看见了就到处去宣扬，有没有？那个闪和亚佛知道之后就倒退，用衣服把他的爸爸的羞耻遮住了。后来挪亚醒过来，他就祝福闪跟亚佛，他就咒诅。迦南就是韩的后代，韩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得把人的罪遮掩起来，而到处去宣扬。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要面对很多这种状态。当你知道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偶然被过犯所胜而得罪教会，得罪神，得罪你的时候，你应该要一对一的，不是去渲染的来告诉他说，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哎，你这样做不行，哎，我们的道理不是这样啊，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这样做、哦、犯罪了，你应该要悔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在教会里面应该做的，而不是去渲染到处去讲，你没有告诉他本人，你到处去讲，你要受咒诅的啊，就像这个韩一样啊、哦、要去跟他讲。那这个人听了你的讲，那你已经责任已经丢给他了嘛，他如果悔改那感谢神啊，会因为他的悔改、哦、这个罪就能够蒙赦免。但如果他不悔改呢怎么办？你也不能够到处宣染啊。第二步就要去找一两个人，包括你就两三个人可以做见证，去找他谈、哦、现在不是我的事而已哦，我已经找了一两个人来做见证，我告诉你，你这样做是违反圣经的真理，你这样做是得罪神，犯罪了，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要悔改。好了，他又不悔改，那怎么办呢？就告诉教会，教会就是职务会了，以我们现在来说职务会，职务会呢就有责任有义务要去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教会去跟他讲，你这样做是得罪神，得罪教会，犯了罪，你应该悔改。啊，当然悔改最好了，悔改就没事了嘛，因为悔改就能够赦罪嘛。啊，如果不悔改呢？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什么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啊，以神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复活的。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死在罪中，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是死人啊，肉体是活着，但是他在灵性上没有活过来。我们为什么要洗礼？保罗说、哦、罗马书第六章就讲嘛，我们洗礼是与主同时同埋葬，然后呢
同复活。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道的时候就讲嘛，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尼哥底母说，我人都老了，怎么能够钻进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下来呢？他不懂耶稣讲这个道理的意思啦。所以主耶稣再讲一次，人若不从水跟圣灵生，人若不从水跟圣灵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洗礼受圣灵是重生，你没有受洗，借着圣灵的运行洗去你的罪，那你就不能重生。所以什么时候再重生，什么时候复活，洗礼上来之后，神就赐给你属灵的生命，就真正的活人了。外邦人没有受洗，当然就怎么样，当然就没有生命，没有属灵生命，他一样有我们这种生命没有错了，但他没有从神而来受洗赦罪的没有罪的属灵生命。那这边讲说要把它看成外邦人跟罪人，就是没有生命的啦，没有生命。那我们再回来看那个神告诉撒迪教会的，看第三章第一节，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什么意思？就是教会面对一个困境是什么？在信徒众信徒当中，会有很多人他在时代的变迁上犯罪了，犯罪而且不悔改，你怎么跟他讲都不悔改。那不悔改有可能的两个理由，第一个是他不认为这是罪，他会认为说啊，我世人都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做？他认为世人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做？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决定的，很多人都这样决定，世人都这样做了，法律上又没有规范不能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做？我做了有什么理由？我没有被抓去关啊，我没有犯法律啊。法律是法律，神的道是神的道，那两回事，所以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你再去跟他怎么讲都没有用，这是不悔改嘛。第二种是我知道是错，但是我不悔改，也有这种人啊，你跟他讲这样做不好的啊，不对的啊，我知道啊，你要悔改啊，我不要啊，我不要，你能够拿我怎么样？哦，对了，我们不能够拿你怎么样啊，但是你在神的眼中是外邦人，所以按行为来看，以行为来看，按名你是基督徒，你是真教的信徒没有错，是活的，但是其实呢是死的。那这一种在教会当中，随着时代越来越接近末期，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甚至到后来呢，会践踏教会。我们看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外邦人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啊！圣城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教会啦，所以教会到了末期的时候会被外邦人践踏，而这个践踏的外邦人不是只有外面的外邦人啊，践踏的更严重的是什么？我们自己里面不悔改自己的过犯而有的外邦人更加严重。所以教会到后面会有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教会当中兴风作浪，因为他是信徒，你不能够说他不是啊，在会议当中他一票啊，对不对？他有声音啊，你不能够说你不是，我是啊，会期里面有我啊，我是。那这个人越多，在教会里面越多，就兴风作浪，会兴风作浪。那我们一个纯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默默无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教会会有这种困境，我们不要因为
教会里面的外邦人，而影响到我们对教会真理的判断。我们要持守好我们信仰的脚步，而不是被这一些成为外邦人有名无实的信徒搅扰我们的信仰脚步。这才是我们应该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将来会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践踏教会的事情发生。那我们自己本身要守得住这份信仰，我们要事先预先看见，将来万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教会身上的时候，我们却能够坚守住信仰，并且让自己不至于被外邦人践踏而死亡，并且能够胜过这种践踏，在神的恩典当中站得住脚。这个是第五封信。好，我们再看第三章的第九节。第三章的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写信给第六个教会，就是腓拉铁非教会。那腓拉铁非教会跟士美拿教会是一样的，他是没有被主耶稣责备的教会，可见这个教会呢，他在信仰上是站得住脚的，他在信仰的追求上是可成为教会的模范的，但是可成为教会模范站得住脚的，不代表他不会遇到困难，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困境。一样的，腓拉铁非教会也同时面对教会里面的困境。那他的困境在哪里呢？就是第九节里面所说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这里 又有自称是犹太人了。这个自称是犹太人，就是自称他是神的选民自称。那自称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实际上他是选民，但是是有名无实的选民；一种他根本不是犹太人，不是选民，但是他 自己称为他是选民，他不是选民，但是他自己称为选民，这两种可能都有。那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不管是那一个不是犹太人自称的也好了，或者是他本身是犹太人是选民，但是因为他已经离开道理了的那一个犹太人的那个选民也好了，这两种都没关系。那重点是一个说乃是说谎话的，说谎话的，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会面对谎言的这个攻击，谎言的一种伤害，谎言的伤害。他是犹太人，或者他自称是犹太人，到后来呢他是说谎话的，说谎话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基督徒就是说实话的啦，不是基督徒就是说实话的，基督徒到后来也有很多是说谎话的啦。那为什么说谎话？大概我们把它归咎起来有三种情形会让你说谎话。第一种，为了遮掩自己的过错，我做了这个错事我不让人家知道那我就谎话嘛，我用谎话来告诉你说这个不是我做的，为了遮掩自己的过错了，所以为了自己我说谎，这是第一种可能说谎的原因。第二种呢，为了让自己得到益处，所以我说谎我只要说一个谎呢，我就能够从你身上得到好处，或是从大家身上得到好处，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谎，这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呢，为了陷害别人，就是十条诫命当中的第九条嘛，做假见证陷害人嘛，做假见证陷害人大概我们一个人会说谎大概分析出可能这三种情况为了遮掩自己的过错，所以你有可能说谎；为了让自己得到好处得到益处，所以你可能说谎；为了要
讲一个谎话来把这个人除掉，把这个人陷害，有可能说谎。大概一个人会说谎，应该最少有这三个说谎的原因啦。那不管怎么样，到了第六封书信的时候，教会会发生什么？在教会里面说谎的越来越多啦，说谎的越来越多，包括腓拉铁非这个坚固的一个教会，没有被主耶稣责备的教会里面也有说谎的，自称是犹太人但却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所以教会到后来在信徒与信徒之间会有说谎的事情产生。那我们要知道说谎有多严重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一个人不会有两个父啦，当然岳父不算了，岳父是因为你跟太太结婚之后才有从太太这边的一个父亲啦，我们讲的父是生父。一个人一定只有一个生父，一个生父，不可能说神是我的父，那撒旦魔鬼也是我的父，一个人怎么会有两个父呢？我们受洗成了神的儿女，我们的父是谁？天上真神嘛。但是如果你说谎呢，你就把你的父亲换人啊，换了，不是换人，换了，换谁？换撒旦啊。本来你是神的儿女，现在因为说谎变成谁的儿女？撒旦的儿女啊，多严重啊，非常严重。所以神才会要约翰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他们是说谎话的，这对自己来讲是相当大的伤害，因为你认魔鬼为父，神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起来，我成为你的父了，神成为我们的父了，现在呢，我们又认魔鬼为父，那岂不是你在我们父亲的前面叫别人爸爸？你说情何以堪啊，你的爸爸在你旁边啊，然后呢你叫别人爸爸，你的爸爸在旁边怎么样？那呢，爸爸在这里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你还叫他爸爸，这个对父亲来讲是非常不尊重的。所以说谎话很简单呢，为了遮掩自己的错，为了让自己得益处，为了陷害人，你很简单就从口中里面讲出谎话来，但是你也很简单把父亲换人了，把父亲给换了，原本是 以神为父，现在呢以撒旦魔鬼为父。我们再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启示录的二十一章，请看第八节，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屋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里有写到将来审判有八种人要进到第二次的死，有第二次的死，当然有第一次的死了。第一次的死不是我们肉体的死，我们肉体的死不算在这两次的死里面，第一次的死就是死在最终亚当里面的死了，就是说亚当的后代都是死在最终的了，这是第一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如果你没有复活，没有受洗复活，你就要进到第二次的死，或者是说你受洗复活了，但是按名是死活的，其实死的也是要进入到第二次的死。
所以将来有烧着硫磺的火湖，就是第二次的事，等待没有复活的，或者是复活之后又死的人，将来的份就是被丢在第二次的死的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我们称它为地狱。那这里呢有讲到八种，他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还有什么一切说谎话的。原来说谎话跟什么一样？跟拜偶像一样。跟什么一样？跟杀人一样，跟行邪术一样，跟胆怯不信的、淫乱的一样，没有差别了。所以我们看到腓拉铁菲的教会面对的这个困境，我们将来也会面对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不要成为那个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说谎话者，我们不要成为这个，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进到第二次的事。第二个，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哎，怎么有自称是选民但其实不是选民的说谎话呢，我们也不愿因为这样子受伤害，即使受伤害也是肉体上受伤害。我们要懂得教会本来就会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要从这个事情当中站起来，这是我现在知道，我将来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被打倒，信仰不会因为教会里面有说谎话的人结果被我的信仰 我的信仰就赔上去了，划不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成为说谎者，但是我们也不要在教会当中遇到说谎的让自己的信仰挫败，这个是腓拉铁菲教会所面对的困境。以我们现在来讲，将来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教会当中，所以我们要让自己不要成为一个说谎者，但是我们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说谎者之下的受害者，这是第二个啊，第六封书信。好，那最后一封，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啊，请看15节、16节。启示录的第三章15节、16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16节，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要把老底家教会从口中吐出去。你不属基督的，你不属耶稣的，本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他要把你吐出去了，理由是什么呢？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啊，为什么会不冷不热？就自满自足嘛，自以为是很够了，其实是不足的。一个人自满自足就会不冷不热，他不会知道自己已经够冷了，他也不会知道说自己已经不够热了。所以像这种不冷不热的呢，主耶稣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们看17节、18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是当时候老底家教会的状况，他们说我是富足的啦，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了，自满嘛，自足嘛，我比哪一个人好啦，我比这个哪一个教会好啦，所以我是发财的啦，我什么都不缺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他说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为什么会这样自满自足？因为世代在变，道德标准在堕落。你看100年前的道德标准跟我们现在的道德标准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道德标准会越来越
堕落了。那因为我们现在并且在将来这个道德标准就越来越低了嘛。100年前甚至于50年前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好像变成是一种荣耀啊，对不对？我们说那个同性恋啊，50年前讲到同性恋好像这个十恶不赦嘛，大家听到这个就觉得怎么样，哇怎么这么罪恶呢？50年后的今天呢、啊、你看我们台北不是才那个游行过而已吗？对不对？才游行过而已啊，彩虹道游行啊，很荣耀的嘞。你不敢去跟他说好说歹哦，你说好说歹人家告你啊，因为现在同婚法已经通过了，我们不可以随便在公共场合里面讲这些事啊，讲这些事人家可以告你，但是在什么地方可以讲？宗教场所。所以在宗教场所会堂里面还可以讲，因为我们讲的是圣经的道理，我们讲的是宗教的立场，所以在宗教的场所里面还可以讲这个。但是如果你出了这个宗教场所再讲这个，人家听到之后人家可以告你，你违反了人家刚刚成立的一个法律，你是犯法的。所以我们出去之后就不能够乱讲，还好还可以有可以讲的地方哈。以后将来是不是可不可以讲不知道啊，但是呢就要讲什么，就讲道德标准会随着时代越来越罪恶。那为什么老底下教会自满自主？因为他跟这个世代来比较啊，我如果跟这个世代比，哎呦我们这个教会已经够了啦，够了啦，没问题啦，够了啦，我们比那个外面还好多了，好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与外面比啊，我们要比的不是外面，不是会变的这个世界的标准，我们要比的是什么？我们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来，这才是标准。不能够以社会在变的形态来成为我们跟他比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范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跟老底家教一样，自满自足啦。但其实从神来看是什么？不能不热啦。啊，不能不热。啊，不能不热就是自以为我这样够了，但其实是什么？不足的，贫穷的，瞎眼的。我们看一段圣经哈。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47章，我们从第9节到11节。以西结书的47章第9节到11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11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11节，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啊，这是以西结先知所看见的异象，从圣殿的门流出水来，那这个代表什么？预表圣灵。然后量1000轴到踝子骨，量1000轴到膝，量1000轴到腰，量1000轴怎么样？漫过身子，你就不能够，你只能够成为浮的水，不能够成为躺的河。哦，这圣灵充满的意思了哈。然后后面呢，第6节以后就讲到水到之处，凡物都滋生。哦，也就是说，有圣灵的同在，神的教会，就能够凡物都滋生，都必生活。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百物都必生活。然后就很好，一切都很美好，非常美好。然后到了第11节就讲到一个死地，会死的，就炎地。我们看11节，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不得治好哦，必为炎地哦。注意哦，泥泞之地
挖湿之处。什么叫泥泞之地？泥泞之地有没有水？有，没有水的话就不会变成泥泞嘛，啊，干地嘛。所以它有没有水？有。挖湿之处有没有水？流过去之后有挖湿，有一个塌进去的一个哦，有没有水？有。但是有水是泥泞之地跟挖湿之处，你可不可以从泥泞之地拿出水来？不能啊，有水但拿不出来了。你可不可以从挖湿之处拿出水来？不能啊，不能哦，哦，这个就是不冷不热的信仰。说你是教会的信徒，是啊，但是你的行为跟世人没有差别，因为你跟世人做比较，你跟世人做比较，你对你是比他好，但是你没有进到圣灵这个水所流过的地方。你没有量一千轴，再量一千轴，再量一千轴，你只是泥泞之地、挖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这就是啊，这个老底家教会的状态啊，这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省的能力，你没有办法去自己反省自己，那你就是死路一条。没有自省的能力，用什么来自省？用神的道理来自己反省自己，那么你就是必为炎地，不得治好。那像这种自满自足的人，他绝对没有自反省的能力了，绝对没有。有的话，就不用写信给老底家教会，我要从你把我口中吐出去。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会自己，让自己有自省的能力，常常用圣经的道理来反省自己，说我这样做好吗？哦，而不是拿世人所行的这些事情来告诉自己说我还比他好呢。那这样的话就变成炎地了，泥泞之地了。是的，你跟干地是不一样的，干地是从来没有水啊，你还有水，但是你却拿不出水来，不会因为你的泥泞之地让别人得到好处了，你只是有水而已，有水分而已，但是你拿不出水来。哦，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如果成了一个不能自省的基督徒，那你就是泥泞之地、挖湿之处啊。用什么来自省？用圣经的道理，而不是用世人所认定的好。啊，我们最后来看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的十二章，请看十七节。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保罗写信给罗马地区的教会啊，后面就讲到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什么叫留心去做？不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我就去做了。啊，什么叫留心？要注意啊，众人以为美的事不一定是真理啊。哦，我们要用什么来留心？用圣经的道理来留心。到底这样做，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好的，那圣经是怎么说呢？真理的立场是在哪里呢？这叫自省。自省，哦，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自省的能力，往往，哦，就跟老底家教会一样，没有错啊，我是富足的啊，我比他好多了呢，嘿，我比世人好多了。哦，这份信仰让我比世人好。信仰不是只有让你比世人好，而是要让我们在神的道理里面的规范成为神真正的儿女。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我们才不会成为跟老底家教会一样自满自足而不冷不热。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363首。